给大家推荐一下咱们家的这款宠物美容专用剪刀，一共是三把，一把七寸的弯剪，一把七寸的直剪，还有一把6.5寸的牙剪。如果咱们不经常去宠物店，都是自己在家给狗修剪毛发的，那咱们可以去拍这一套剪刀，给大家发三把。如果咱们偶尔的在家给狗去剪一下它等眼睛的毛，或者是头上的造型没有型了以后，咱们可以去选择这把弯剪。弯剪的话，它是有一定的弧度，可以在家给狗去修剪大圆头、小圆头都是可以的。这款剪刀是专门针对家庭粉去设计的，而且使用起来不伤手、不卡毛，操作也很简单。有需要的老铁可以点击视频左下角链接。就是喜欢你，就想和你在一起，我们的